次我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进来商机的，因为商机有100多年的历史，我刚刚把公司卖掉的时候是想休息的，因为我很早就出来创业，15岁了，我做到50岁的时候觉得够了，怎么叫够呢？做人一定要感恩的，包括每一滴血都得来不易。今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恭喜一堂，其实这是一个缘分。商机一社属于个人的，是属于社会大家的。我已经把它做到每一个摊饼的成本10块钱，就是用中小型企业的做法，人神就是。包括今天晚上的晚宴，我们才花2万块，可是这2万块呢？新加坡马场借钱，其实呢，根本就没有花到钱。我感激这个餐厅的老板，全场的费用一分钱都没有收，而且他的菜还加料，也把价钱降低。这5年来，这里银行馆面的装修没有收过一分钱，他骗。还有把现在的音响，这5年来没有收过一分钱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如果没有大家的帮忙，这场晚宴怎么控制在2万块呢？怎么有人买单呢？所以你想想看，今天筹到67万，可以帮到6700个老人家看病完全免费，6700个。还有呢，一个家庭5个人，一个人有问题，其他人都有问题。没有可能一个人调得过，这个叫做共业。所以明天的你是否依然存在？我告诉我不存在。所以人生有3大追求，一个什么呢？健康，一个长寿，一个平安。你凭什么得到它？只有心好，老天照顾你。不要跟我讲你有钱没有用，这些都买不到，对不对？还有够了，谢谢大家。谢谢我们钟鹏主席的智慧分享，谢谢。我这个荣誉主席啊，他出钱出力啊，他说叫我们全体跟你们鞠个躬啊，我说应该的，好不好？1、2、3，谢谢大家，感恩。